小姐这没有，不用排队的，不好意思。确定没有了。进不去了，不好意思。你抽中了，恭喜你！而且你又是排第一个。对啊。啊，这要干嘛？可以买15万的纯金徽章。确定没有了，不需要再排队，不好意思。你抽中了，恭喜你！而且你又是排第一个。对啊。啊，这要干嘛？可以买15万的纯金徽章。你有钱吗？六点多，那你们怎么会找到这边来？太忙了。谢谢。